别噎着啊。我得赶紧吃，我好久都没练琴了，时间都浪费了。人家安飞说了，公司看中我就看中我有潜力，那个潜台词不就是说我实力不行吗？不能懈怠啊，我得更加努力，对吧？而且待会儿回去得赶紧准备去德国的资料了，赶紧吃。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你跟老林放心吧，自己能照顾自己的。妈妈一直会相信你。好。